花莲县汽车商业同业工会的理事长余金荣日前率领的里监事会同卓溪乡民众服务站的主任林慧婷，结合了卓溪乡公所、玉里起分局，共同来关怀南区的弱势家庭。由卓溪乡的志工、玉里分局同仁共同发放物资给卓溪乡的弱势家庭，让民众在寒冬当中可以感受到满满的爱心和暖意。花莲县汽车商业同业工会余金荣理事长之前率里监事会同卓溪乡民众服务站主任林慧婷，结合卓溪乡公所、玉里分局，共同关怀南区的弱势家庭。由卓溪乡志工、玉里分局同仁共同发放物资给卓溪乡需要帮助的家庭，让居民在寒冬中感受到满满的爱心以及暖意。你都一个人住啊？没有一个人住啊。你看我们那个收发送你一些棉被，天气冷哈。啊，不，我跟那个我们那个社工哈。来，回去。玉里分局表示，非常的感谢花莲县汽车商业同业工会以及卓溪乡民众服务站关怀弱势居民的心意，将爱心传递到卓溪乡各个角落，将持续关怀辖区内的弱势民众以及独居老人，以减轻偏乡弱势家庭为生活苦恼的压力，让社会更加祥和温馨、平安喜乐。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